为着要让民众更加了解太保历史，太保市公所特别举办社区小旅行，带领大家进入社区，了解在地历史文化，来带动社区的发展。那这一次的寻根太保深度小旅行呢，它主要的架构是希望借由我们王德禄将军的事迹，让大家民众更了解我们太保市的一个历史的缘由一个由来，那更希望借由让民众来体验参观我们太保市历史宗教文化的美，让大家可以更深刻的了解我们太保市的美以外，还有我们有串联唐铁支线，让民众可以借由唐铁支线整个架构由来，更了解我们整个太保市的历史的脉络。这个小旅行主要是要让民众更加了解太保的故事，和在地宗教的艺术，也借由坐台糖公车来了解糖厂和太保的故事。不用怕，不用怕，左手可以放掉。我们可以抬头看看远方的风景，现在有风，去感受一下。那这一次一个树攀活动，除了可以让都市的民众及小孩体验一下我们乡下田园之乐我们的优势以外，那更希望让我们参与的每一位大小朋友可以借由树攀的过程去了解面对困境我们的一个正向的心态及排除困境的一个方法以外，还有仿佛比照我们的人生在不同的高度，我们的定位、我们的位阶如何正向思考面对我们未来的生活。今年佫特别规划树攀活动，予来参与游客体验。伫一步一步爬起哩的时阵，学习着安怎排除困难，嘛透过含树的对话，了解对生命尊敬的价值。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